里兰卡宣布破产，连日来当地示威的民众占领了总统官邸，总统行踪沉迷。上任还不到两个月的总理九号，他在召开政党紧急会议之后，他也宣布辞职了。另外来关注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呢，遭到了41岁的无业男子这个山上彻也枪杀身亡。现场画面曝光之后，不少人将矛头对准了安倍的随护，认为随护第一时间没有反应，给凶手第二次开枪的机会。而现场呢，唯一一名女随护也被起底了，就是她。34岁，拥有带刺玫瑰之称的石田萌美，据说他熟悉各种格斗技巧，从拔枪到开枪只需要0.5秒。那不过也让网友傻眼，那怎么还会出事呢？好，当然哦，安倍惨遭这个枪击的事件，专家猛批维安出现了大漏洞哦。那么主要是因为不应该选360度的开放空间，认为维安真的有问题。堂堂前首相大街遭枪击，安倍到底为何走上死亡之路？从现场画面来看，演讲地点根本选错，四面八方都是360度开放空间。見る限り、一般車両をですね、規制していなかったっていうのも一つの。安倍演讲同时，凶嫌就站在他右后方，假装听演讲，还被拍到同框照，最后直接逼近安倍正后方，边走边开枪。若演讲地点背靠大楼，减少通行空间，或许歹徒就难以靠近。加上凶手使用的手枪伪装成摄影机长镜头，现场随护却浑然不觉，警方派出的特勤和陷阱没人认真在顾安倍背后，离安倍最近的几位视线甚至跟他通通同一方向。等到凶嫌开第一枪，旁边的人都开始躲，特勤也没第一时间扑倒安倍或拿防弹攻势包挡，让安倍站得直挺挺，被第二枪打中。一般車両をですね、規制していなかったっていうのも一つの。大きな危険性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。指的缺陷还有安倍中弹当时现场没交管，后方车子照常通行，竟然还有人骑脚踏车悠哉经过。再加上安倍原本要去长野，前一天晚上才改地点去奈良，可能也导致警方应变不及。大陆网友更热搜安倍遇刺身亡，他身边有名的女神级保镖疑似也在场。安倍倒地后，一名女子立刻上前查看伤势，不少网友怀疑这是安倍的第一女保镖，外貌出众的石田萌美，空手道能以一打十，还能在0.2秒内拔枪射杀敌人。但根据日媒描述，这名女子应该是前来急救的护士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而其实当天现场保护安倍的维安人员总共有22个人，包含了7名特警、15名宪警。不过仍然让维安出现了漏洞哦，引起外界抨击。对此，奈良县的警察本部长呢，9号召开记者会，他鞠躬道歉，承认对安倍的维安有疏失。那当然呢，凶手呢，这个被捕之后，他供称枪支是他自己做的，弹药跟零件也是网络上买来的。他的邻居受访时表示，每天晚上都听到他的房间传来怪声音，很有可能就是偷偷在制枪。嫌犯也说了，主要是不满母亲不断的捐钱给宗教团体，搞得他们家破人亡。而安倍被认为跟这个宗教团体关系很好，所以呢，因此让凶嫌决定痛下杀手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众目睽睽之下遭行刑式枪杀，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？特定の団体に恨みがあり、安倍元総理がつながりがあると思い込んで犯行に及んだ。据传，嫌犯的母亲因沉迷宗教并对团体捐出大笔金钱，让家庭破碎。嫌犯认为安倍和团体有所关联，才会怀恨在心。他坦承已经筹备了4-5个月，本来打算用炸弹杀人。行凶前一天，安倍在冈山县助选，没想嫌犯也跟踪到现场，疑似早就布局，伺机而动。警方全副武装，因为嫌犯家宛如火药库，搜出了10箱爆裂物和改造枪支，担心爆炸，还一度撤离居民。当中多把枪都和行凶的那一把一样，属于双管改造枪，还用黑色胶带捆绑。2年の鉄パイプというのはちょっと私は今まで見たことあります。
据了解，每把都有两个枪管，可各放六发子弹，连续击发以提高暗杀的成功几率。而且枪支还有引线和电池，疑似是电子点火装置，构造相当的简单。而专家也从现场的烟雾发现，这弹药恐怕也是自己做的。41岁凶嫌山上彻也，曾任3年的海上自卫队队员，受过枪支操作训练，会拆解手枪，也会实弹击发。在学生时代是啦啦队，绰号团长，敦厚老实。没想到如今个性骤变，犯下了滔天大罪。而在枪击案前4个小时，网络出现恐怖贴文，预告某政党在当天将发生大事，诡异巧合也让网友发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睡眠问题的话，可以来试试看我们旺旺推出的这个梦梦水，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，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。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，这个地方有我们 QR code，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。这里呢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， 要请大家多多支持。